啊，接下来第四，原点经文中夹杂注解，语词颇有错乱之嫌，汉译文体多略去此类夹杂之注解。这个啊，在最早啊，最早的经论里面也有呈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经》五十三注。最早最早啊，最早以前出来的佛典，它是这样的注解。这一句啊，比如舍利佛，那这个舍利佛讲完之后，下面就小字把这个舍利佛他的身份，他叫鸠子，他的母亲等等等等的这些故事都写在下面，然后再大字，大字就是经文的这个本文。那这个情形啊，在当时拿到原点也是这个样子。譬如世尊在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家一脸茫然，这个新名词世尊你刚给的，世尊是不是要解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解释完了，继续再讲佛无上正等正觉什么什么，他开始在解释。哎，碰到善事世间解，善事一脸茫然，又不知道哪两个字，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语言，所以他就要表达善事是什么意思，佛的十号，那个别再来注释他所说的这个佛像这个名相，这个成为佛典里面的一种夹杂注释。到我们汉土的时候，把这块取出来，也就是经典的原文顺顺的都让它走完，那这些名相的解说再附在后面给你参考。这就是到比较现代，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佛学名相的词典，这些都是大德整理出来的。那原点它本身是放在一起的，所以这些大德要做这些容不容易？其实是相当相当的艰巨啊，是吧？第五个困难点，原点于说毕一事，再接续次事之时，常有重复前述文辞之嫌，汉译则多省略重复之部分。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一个故事讲完了，世尊看到不一样的人进来了，他就会再把它总结一下，因为这里面夹杂的要解释专有名词，要解释整个法义，我们凡夫就是凡夫，他一定会超前着后，超中着前，也就是会有零散的时候，会有恍神呢，所以没有办法连贯，佛于是会再重复。你看佛是不是很有耐性，是吧？那符合众生不一样的根器跟需求。那当时呢，这些弟子就属阿难记忆力最好，当时佛还有个弟子叫富罗那，富罗那也很厉害，佛所说的东西啊，他都能记忆那个重点。那事后比如在场的弟子，这个法会结束之后，有的人就世尊刚刚讲什么，前面讲什么，我们会不会讲？所以我们都会有漏失的情形，当时就很多人会去请问佛的这些大弟子，那富罗那他就会跟着后面就说，哦，佛刚刚说些什么什么，阿难说，哦，他又说些什么什么，把这样子的内容拼凑起来。所以当时根本没有这经典，是后来结集才用写的啊。所以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报，要好好珍惜，知道啊。说珍惜这个佛典啊，我讲个故事啊，在很久以前呢，那我对于经论是非常的说不出来的敬仰，于是兜了好多钱去请大藏经啊，请了一部大藏经啊，那一字排开，哇，好壮观啊！然后翻下来看呢，那个有的是它雕刻的嘛，印，然后纸张啊，就是可能是古时候。翻到现在，那个字不是很好确认，字也蛮小的，好像读读读读读，哇，读到晚上就忘记睡觉，太累了。
那太累就在书桌上就趴着睡觉。他趴着睡觉就觉得哦，就觉得这里站了一排佛菩萨。就感觉到我这样趴着就觉得站着一排佛菩萨。然后我就趴在这个经典又合起来趴在旁边睡觉。让我从那种好像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佛菩萨的眼睛在看着孩子你在干嘛。还有呢就等着你读到哪里你不懂我真想告诉你。好像十方诸佛都站在那里在看着我这个愚痴的佛弟子在研究世尊。逐字逐字的要去了解世尊你在说什么啊。这些佛菩萨哦一排都在那里。我起了好惭愧的心呢。后来呢因为要跟大家分享佛法介绍佛法。每次不会的时候就跪在那个藏经的前面。如果我这里不透彻不懂我就直接跪在藏经的前面或是把这本请下来跪着读跪着写解释跪着写那写都忘记脚痛哎，其中有时候写好几个小时要把没有像现在功夫这么好随口就可讲那时候还要做一点自己的笔记这个时候有时候会感悟到佛菩萨的慈悲这些古大德翻译者的悲愿会感悟到自己累生累劫有这么一颗种子的萌芽是多么珍贵同学你有没有觉得很珍贵有齁好这讲五失就是容易失去它的原意那三不易三种情形是不容易的第一圣典系依当时之风俗语言等而立但物换星移时俗即变若其已适合现代则翻译不易也就是圣典当时有它环境因素当时印度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结构语词结构那换到中国来它的环境跟语词都不一样有的是三世纪四世纪才翻译过有的是六世纪七世纪才取得到这个原点的那在翻译里面你如何回溯当时的语言结构比如我们现在讲话都是白话文嘛口语化的那你在回溯到明朝宋朝的时候他们讲话本身就是属于那个语体就是属于文言文以前会不会说妈妈我回来了不会这么长是不是一字娘就这样是不是好那你去哪里去买些什么事做些什么事一定是汝怎么样这个语体改变太大所以环境语言条件都不一样要翻成现代和现代是不容易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法师说的嘞那个道安法师说的那个时候是东晋嘞要现在翻成我们现代的语词的话我相信更不容易中间是有个连接是梵语翻成汉语里面有多重含义但我们现在在解释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把我们的文言文加以演这个推演演绎成现代的语词里面要加多少的注解所以更不容易对不对总是希望大家一起研读经典有那个能力透过这个白话的解释大家有能力
去回溯，去读到比较靠近时候翻译的文言文本。再更好一点，如果大家还有机会学到梵语，那还能够去比对到原点，是不是更好？当然呢，佛性不会因为时间空间而有所不同，体悟的过程也不会有所不一样。但是在开始借由这样的文字的方便的时候，自然有一番功夫要下。这是三不一的第一个。第二个，不拘圣人与凡夫之距离多大，而欲令远习圣人微妙法音，适合后世凡愚之风俗，则翻译不易。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的风俗习惯。那当时，总是这些圣者五百罗汉嘛，他们把佛所说的一五一十的这样说出来，但凡夫啊，要理解佛所说的甚深微妙法，其实不容易。所以经典有的人读的时候就会觉得不飒飒，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每一个字都懂，读起来都不懂，它差异很大，里面的那个空间很大，距离很远，对不对？所以翻译的这些大师们呢，要让我们靠近，越靠近又能用那种最简单最直接最贴切的语词让你去懂，那真的是功夫。第三，阿难出经，据佛事不远，在经无数圣者点教记载，从而难有圣教流传，后世之人若以浅见从事译经，纵然审慎万分，亦恐有所讹误，则知翻译不易。这讲到阿难呢，阿难把经就是这样如是我闻，就这样一句一句的说出送出。当时距离佛灭度的时间没有很长，那经过无数的圣者点教记载，因为朝代时间一直在走，阿难不是一次就送完了，这经典结集好多次啊。所以后来还有些圣者，他们总是以自己证悟的内容来检核这个文字阐述的时候有没有漏失，或是有的语词用得太绝对，而世尊并不是这些一刀两切，他不是这种的，所以这上面都要经过圣者的点教记载，所以最后流传的时候才不会有所讹误啊。但后人又要翻译的时候，又难免有自己不小心的时候，那不小心就会变成一种主观意识的语词。那事实上佛在说这些经典的时候，他是要翻掉我们对于我的执着跟法的执着，所以这里面的遣词用字都是很难的，所以这个翻译确实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现在啊，很简单的一部心经，麻烦你翻成台语。我看一个头就两三个大了，当然有人翻啊，真的用台语发音，有人翻啊。好，翻译成日语，这个已经有了，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藏语，这个都有做了，这都是大的做的。你想最早最早的时候呢，一部般若经600卷，般若经玄奘大师如何从头至尾所有的一切都不混淆，你不可以现在用这个语词在下一个章节用不一样的语词，不可以的。所以这里面这些翻译的大德绝对是悟者，他这里面他是不会这样混淆的，他所有的一切明白，是不是很不容易？玄奘大师他在翻译的时候，他也有五种
不翻的理论，也就是说五个点，这是没有办法翻的，也不应该翻。第一个，秘密故不翻，如陀罗尼，这个是密语啊，就不用翻了，直接用陀罗尼。第二个，含多义故不翻，如婆伽梵，一时婆伽梵讲的就是佛啊，可是婆伽梵这样的一个语词就含有多重的意涵，所以就直接用婆伽梵，你就不要翻。第三，此方无故不翻，如阎浮树、阿摩罗果，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啊，你没有一个对等的东西可以翻。你若长得有点像啊，那里叫芭蕉，这里叫香蕉，这还勉强可以知道是蕉。可是阎浮树跟阿摩罗果根本就在汉土就没这个东西，所以还是保持原文。第四，有古意故不翻，就是前面的古大德翻译而且已经流通，所以就不用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五，令生善故不翻，如般若，也就是闻之则生信念。如果我们以粗浅的给它翻成智慧，那众生就会讲，那我很聪明啊，我什么都会，是不是就是有智慧？其实不然，它不同。所以恐生轻薄之想，所以尊重，所以不凡。这个是玄奘大师他提出的不凡的道理。里面呢有举四个例，四例翻经。经论在翻的时候，有的是翻字不翻音，也就是般若两个字跟一切神咒都是只翻那个字，然后音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这边会选一些字去用它。比如大悲咒，我们大悲咒我们用国语来念，是不是南摩诃那达那多那耶耶，是不是这样？但梵语它不是这样，所以很多这个是勉强去找那个字，所以很多语音啊，菩提萨婆诃，我们是不是这样？可是在梵语它不是分这么强，刷是不是？所以不一样。那很多呢事实上是要把这个音找到，但也很难对等。那当时就有一些神咒还是不翻的，但后来当然这些大德我们也知道，当你专注于这持咒的时候，你所体得的也不会不一样。这个是翻字不翻音，第二个是翻音不翻字。比如万字，万字就是翻这个音，可是这个字其实是后来就根据那个样子就给它画在中文里面，这个字新创叫万。那第三个是音字句翻，就是纯粹译成华语的经就是经典，也就是长行的部分，这里面就是经文。第四叫音字句不翻，比如范本到这里来还是有留存了很多范本的这些东西，这都不翻，就是保留。这个是有四例翻经，同学这样对于翻译经典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啊。我们人在学习什么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从何而来，它的缘起，有时候会很轻忽啊，真的会很轻忽。那如果你知道这些大德，当我们知道玄奘大师跟这些古大德如何这样谨慎的来看待这众生的法身慧命，我们就会起油然升起这种尊重赞叹。更何况从这里面我们懂了好多好多宇宙人生的真理。好，那这个经题跟这个翻译的译人都讲说完毕，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正文。那这个正文呢，我们当然知道了，
就是心经大家耳熟能详嘛，啊，我们就念一句就好，观自在菩萨，就这样一个名号。我们就先了解观自在菩萨。如果说我们以就法而言，当然就不止观世音菩萨了，就法而言，什么叫观呢？什么叫观？那如果就人而言，那就是什么人？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今天就法而说啊，所谓的观，就是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是有情绪没情绪，是坐卧行住坐卧是什么样的状态都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保留觉察的运作，这个就叫观。这个觉察的运作意思，不管你在任何的状态之下，你有一个理性的东西在。修行第一就是要把你这个能够运作觉察的这种作用发展出来。如果你不会有觉察的这个动作，这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其实这就是觉性的使用。如果你没有觉察的这个功夫，你不可能成就。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是靠这个观来修持的。那我们观要观什么东西？就是它有一个标的，这个标的就有分很多种不一样。我们先说这个观的能力。如果你在跟人家吵架，或是你生气了，你一边有着某种情绪，一边嘴巴会跟人家回话，这里面你内心有没有第三个自己？第一个自己就是这个肉体的自己，等一下七巧五白，还是等一下在那里展现什么样子，这是一个肉体的自己。另外就是情绪的自己跟肉体的自己直接结合在一起，表现你现在的情绪与伤口。另外你有没有第三个自己？好像第三个自己在看自己的第一个跟第二个，而知道我在干嘛。如果你没有这个第三个自己，你没有观的能力，你只会停留在反复的造作中。这是初学的时候的情形。所以做任何事修任何法，如果你没有观的这个作用，不可能成就。学佛成道唯一途径，能否明心见性修持成就的关键就在观。很明白啊。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自己很矛盾又很痛苦的人，他会说，我的心中住了两个魔鬼，一个是我自己的裁判者，我有一个善的我，有一个恶的我，
还有一个裁判的我。我这个裁判会抉择于对我有利的，但我有一个不好的想法，又有一个我好像错，不应该有这个想法。这个时候我的裁判就会说，大家都是这样，你何必那么虐待自己，你就这样没关系，那就纵容自己有习气，有欲望来满足，然后满足之后，这个人他就又发现他有第四个我在谴责那个裁判的我，他在检核裁判，你做了这个抉择会让你自己而后受到很恐怖的报应。于是这个人就很痛苦，他发现他又产生了第四个我，他发现他想纵容他自己由贪欲下手的这个恶，跟他想到不应该如此的善，跟他最后采取的行为的背后，他有一个最高最高的宇宙裁判者告诉自己，你前面的三个都是混乱的，你只能听我才是对的。很多人他有内心这种矛盾，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修过心法的，这个矛盾的存在是修行的过程，要懂得拨开矛盾，要懂得如何把这些离得很清，这个就是功夫。但是看到自己心中有恶魔，有对话，跟有裁判，跟有一个真理是值得可喜的。如果我们单观事相，单观这个事相就比较容易旋绕在是非里，因为它就是一个现象嘛。你看那个人怎样，你看我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只是人跟事的解释跟感受。所以单观这个事相没有理，而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是因缘法的话，那只是在论是非。那如果以观理体，你有佛学的知见，你知道因缘缘起是空，如果观这个理体，要把握这个空的道理，那这个上面还可以有那个机会让自己从这个事项里抽拔出来。所以学佛者以世尊的教导，凡夫都在事项中，所以观基本上就要把那个空的道理来解释你这个事，但这还不是完整的。初机不弃，在开始 修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直接懂得这个理是什么，所以会绕在事里面。这个理出得来跟出不来就是功夫。如果你曾经有空的体会的人，那么任何事情的发生，那个空的理会自然就现前，它就自然会现前，你不会在那个事里停留很久很久很久，你可能暂时之间走不出来，但不会永远走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来了解经论里面告诉我们的办法。所以初机不弃，
要用各种的方便让他去看到。所以要先告诉每个人你有能观之智。所以佛法第一就是要告诉我们，你有佛性，你有觉性，你发现了吗？在生命的运作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干嘛？我自己在搞什么啊？你再回问自己，你这个就看到了，我现在为什么他说的时候，我心中不是很讨厌他，但我有一股气扬起来了，我干嘛要生气啊？这个人跟我又无冤无仇，是不是有在对外界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这个时候其实要告诉他，这个就是觉性，你已经在发觉，不管你处在任何的状态，所以要先立出这个能观之智。这个能观之智越来越纯熟，你可能所观之境都还没有答案，但是这个能观之智会在里面一直产生作用，一直产生作用，你就要维持所有的都有能观之智。我举一个例哈，有一次我在公车上面听到有一个小女孩，她还没有上幼稚园，跟她的阿嬷坐在后座，她就跟阿嬷说，阿嬷，昨天啊，妈妈打我，我很伤心，我很痛。但阿嬷说，嗯，她阿嬷没有回她，她说，嗯，后来爸爸买糖给我吃，我很开心，我好喜欢爸爸。他阿嬷说，嗯，他又继续说，阿嬷，我觉得哈，我们家有人很坏，有人很好。他阿嬷说，嗯，有一下子，那小女孩就说，阿嬷，我觉得哈，我为什么要讨厌我妈妈呢？我不应该讨厌我妈妈，她是我妈妈哎，她不会讨厌我，是我现在才讨厌她，我以前其实很爱她。她阿嬷说，嗯。后来那个小女孩要下车的时候说，阿嬷，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她阿嬷说，有啦。下车，他们要下车的时候，我看一下那个阿嬷，那是一个很棒的阿嬷，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孩。如果他阿嬷在他第一句说妈妈打我，他说你坏呀，你妈妈哦，也真是的，那给你怕他呢，阿嬷也不敢，就不一样了。虽然有安慰，但是也有是非。他说爸爸买糖给我吃，我怎么样？他如果说对呀，你看你爸爸，那是我儿子咯，对不对？他阿嬷都说因为那女孩是一个会整理会反观的小孩，这个阿嬷最后说乌啦就够了。这个阿嬷是有智慧的，有时候话不应该参与太多，有时候是需要的。所以在讲到这所观之境差很多啦，能观是觉性的作用，所观境就大为不同。那这开始介绍，我们当然不谈你要怎么去对这个境下手，我们先来说啊，所谓观自在三个字，这是针对于果上三德密藏所说的所立的。观就是般若德，就是它有般若智慧的作用，自在属解脱德，观自在属法身德。那我们在讲自在这个跟观，观是一个作用，自在是我们所要的答案。
如果观而不能自在，那不过就是世间的色受想行识的想。所谓的观，它在世，如果是我们是观外境，我们今天有五蕴，一定是有外的呈现，就是色法，而受之后有了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放到心中了，要解开这个整个的所结构的心中的结论的感受，或是外界的事情，这是做法上的差异。立根器的直接钻空，观空，就是心体本空，心相是课程。立根器就是这样，他心体本空，所有一切是课程，但我们众生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次第。心经，它整部心经你慢慢读下来，你会发现它的次第分明，虽然它没有跟你讲一二三，但是你可以从里面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你就会发现它在缘起、在修行、在加工用行、在证入上面各有其完整的介绍。如果说我们观一切外境都是缘起，那当体即空，也就是要有这个理，观这个事没有这个理，就只能看到缘起。在缘起里面不知道它性空，你可能就会落入因缘的哀怨。很多人啊，在因缘啊，不被安住，这个因缘带给他的是一种无奈跟压力。那如果说缘起的一些这个镜像，也就是假象，你能够知道它空，它不是永远存在的相状，那么你对于这个事跟内心的理，是不是两个都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超脱？我们还不讲它正果，是在讲观，它代表了这样的一个运作。所以如果你观一切的外境事的背后，要知道有空的道理。那第二层，你在发现每个人对于自己存在的这件事的执迷有多重，执着啊，迷恋。所以这个四大假合成就了自己这个我。你的环境因素有它的因缘果，有它的关系法。那你心中有这个意识的存在，所以看到这个四大的假合，就是对于我个别而来做观，终归是无自性的，终归会坏灭。所以离开这个四大之外，没有一个实我。所以这里面又有理在里面，也就是四大因缘和合，没有一个我可以永远的存在。如果你对外面的事跟自己存在不是永远，跟关系法都看得很明白，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执着什么，你需要保护什么。这个观就进入了第二重的自由。在第三个层次，我们就会发现外面的生灭法，四大因缘和合的假象，而心中结构起来的这些其实是意识。所以这个是六识的妄心。当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结构起来，
就是色身香味触，结构起来就是法。所以生灭生灭里面，外界的生灭，内心也有无常的变异，生住异灭，哪一个念头是永远的存在？所以看到六世的妄心留下来，这些是课程，其实它是外来落屑，相状落屑，你放到心里，所以这个东西它本无自性，它本来是清净的，这个心体本来是清净的，你可以运作，但可以不要有是非。如果你在观的时候能由这三个层次去进入，每一个层次要用多久的时间，那如何来处理这些，如果你能把握的话，真的很快可以得自在。这自在的获得，我们要如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这些法身大士那样子的全面自在，是不大可能一下到达的。可能近期一生或是累生累劫都在做这个功夫，但这个功夫会让你修学的路上、学佛上面真的有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不能说不一样的昨天，只能说不一样的今天。那怎么得自在呢？当然自在有好几种定义啊。在华严经书里面呢记载，观境自在，也就是观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运作，那观这个境要达自在啊，这里面一定要有佛法的知见跟道理。如果你没有佛法的知见跟道理，你这个境永远只是以世间的解释在解释它。如果你没有实质去运作的话，那你没有用观来解析这个境，那么只是就境而思考，就是想，那这个想以自我保护自我意识的角度去出发，永远只是读自己的知见，那个知见就是这个样子，可能转折也不大，本来利益的都是个别，后来利益的人可能加了一些数量，但不可能无我的去利益一切众生，它会有层次。所以华严经书里面讲到的自在是观境自在，菩萨以正智慧照了真如之境，即能通达一切诸法之圆融自在，就是完全的意思。我们在观这个境的时候，能不能达完全真实的道理？如果你这个境都看不透，你这个道理都没浮现出来，你永远有你执着的一个相状，它没有办法空掉。你的理想、你的想法跟这个境变成是一个互打的，它是不能平等的。只有看到事没有理，事永远不会圆融，理永远不能空。所以菩萨呢，要有正智慧，这佛法的知见要完整的。第二个自在叫作用自在，也就是菩萨以正智慧照了真如之境，即能由体起用，自在现身说法，化导众生。也就是确实明白之后，他能够由体起用。当然这是就上一次我们在画那个图来讲，是不是由中间你由悟得这个真如离体，这毕竟空的道理，但是你不泯灭色法，所以你由体起用来圆满，这中间会过程发生沟通，这个沟通就是属于现身说法，处理事情的一种能力。当然这也要看因缘，有的众生呢，
他不一定这个时候能纳受，那就得等待了，把因缘时空留给众生，留给实相。那这是在讲到自在佛性常住，觉性变一切，这个就是你能够在这里面真正了透就自在，不了透就有一点小小的一个薄膜啊，或是有刺啊，梗在胸口啊， 梗在喉啊，闷在胸，有时候看不清楚，对不对？会很闷啊，这个闷会持续很久，然后根据这个闷的感觉又在里面催化自己五蕴的想法，世间的这种杂思杂想，于是整个人呢就不一样了，就进入了大铁围山。这修行里面呢，这种情形啊，偶尔会飘忽而有，那就是未达自在。那这个就是菩萨咯。这菩萨他一定是有次第的，一地一地登地的菩萨嘛。这个菩萨叫觉有情大有情众生，觉是希望能够觉无上正等正觉如佛的智慧，有情是要从自己的有情里面去觉而达到圆满，也希望能够帮助有情的众生能够觉悟。对于自己来讲，是不是从有情中觉悟？对于众生来讲，是帮助觉悟。这个菩萨呢，具有自他的大愿，求于妙觉利有情，就是这个菩萨勇猛精进，求于大觉，这样叫菩萨。那我们来把这个观自在菩萨，就人而说，有的称观世音，这是就于因地利民，就是这个菩萨是用耳根圆通修成正道，所以成果之后叫观自在，他的修行的过程叫观世音。那从果德而立名号，就讲到这个菩萨观照圆明，解脱无碍，所以称他为观自在。这个菩萨久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因为他的慈悲愿力，导驾慈航到娑婆来助佛宣化，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正法。那这个菩萨为什么叫观世音呢？因为他是有慈悲救济众生的这个悲愿，所以只要众生诵念其佛号、其名号，这个菩萨及时观其音声，闻声救苦，前往去拯救，所以叫观世音菩萨。那这个菩萨自证的境地呢，理事无碍，观达自在，所以叫观自在菩萨。楞严经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他说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身度缘，不能为碍。这个观自在菩萨他开始也是听闻佛说法，所以他有闻思当中呢，进入深深的三昧，脱出六尘，那这所有的一切就不会再障碍他，如声音能够念一切传达出去，能够超越墙壁的隔阂，这样子不能够障碍他，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了啊。所以这个观自在菩萨就人而说，就在指他的修行因地的修行办法，到他正果果德
叫观自在。同学，以我们要修行，把这个法跟人结构起来，每一个能够观自性，就是清净啊，观自己佛性、觉性，所有一切圆满功德，继续往这样来修学的每一个我，就是每一个大众，自然也能得自在。只要我们照着这样学习，相信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这里面呢，再给同学做一个小小的补充，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啊，在偶益大师啊，他在解释观自在菩萨，他讲观者能观之智，即一心三观，通明观照般若也。自在指的是正实相